陈奕迅呢日为新歌《可一可再》宣传，在网上面进行直播访问环节，还宣布将会同 Eason 的巡唱乐队组合 The Duo Band 合作推出新专辑，同时还会举行演唱会添。呢件事不是只系为咗个碟嘅，即系呢件事系记录我哋成班 Duo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呢件事，所以就想搞个 show 系，但系而家个概念就系唔想买飞啦，因为买飞好烦。所以全世界的朋友歌迷都不用想了。而在月初不幸离世的卢海彤都有份参与新专辑和 MV 的拍摄，想起好朋友 Eason 都难免有些感触。是啊，除了一个 member 离开了我们，但是到时间再算，到时这个 show 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现在未是时候。MV 其實是你可以說我幸運的，就是我有給到 Alan 看過這個 MV 的，有跟他分享過他咁係咯，之後的嘢就係咯，好像安心啲咁咯。Anyway 係咁咯，咁一齊拍的時候都很開心的，跟成班即係 duo 的人一起。不过虽然 Eason 的演唱会没有飞买，但是他自己就说想要华仔的演唱会飞。那个不用理我的，华仔不用理我你做好你的那个演出的内容就可以了，因为即大家都等了七年八年了，是我你不介意的，我到时自己指着个鼻哥出现就可以了，我会自己懂攝位的，如果是，但是不想煩到你，是的，可以了，放心。其他的人我可以了，不用理我，自己會搞定的。加油啊！好。